我现在才224呢，这是正常的吗？对吧？应该是正常的吧？没有，因为我参考很多其他玩家，他们都说是从230之后，他要开始变慢。然后我现在我们练多久？20分钟左右有了吧？才，我是升一等而已吗？Oh my gosh！ 我从刚刚就忘记吃素啊，白痴啊！你阿妈卡好哎，到底是在冲啥子啊？哦，我现在好阿杂，完了，我现在情绪很不稳定，我受不了，快受不了，很想揍人。很想揍人，快受不 了！怎么可以这么智障？哦。